你说吧，这事儿怎么样才能完？这么着，就三条：第一，道歉。道歉。你干嘛？有诚意的道歉，必须祭出一颗内脏。不用，用嘴就行。 这就算有诚意了吧？另两条是什么？第二，你们总该给点精神损失费吧？钱你应该带了吧？现金、卡、微信、支付宝也行，网银也可以。嗯，手机带了吗？ 这个人吧，可能是有点极端，但他是真没带手机，也没有带钱，这样吧，我做个中间人，让他留个地址和电话，回头把钱打到您账上去，您看成吗？我说你，你都有这么一个男朋友，你还装什么单身狗呀？ 现在的心情已经平静很多了，这第三条我就不提了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的损失也不小啊。这赔钱的事儿，咱们谁也不赔谁了啊。哟，你这男朋友啊，再说也来不了了，太贵了。保重，快点，走吧，走吧。